安仔，我刚尿尿。小，我看这字好像有点小哎，不能，很像，他该不会不能用类比吧？二字键位，手柄，好的好的。不行哎、欸，我重用一次哦，等一下哦，按住，我想问小雨在不在，然后有看到小雨有贴一个讯息在阿米狗，因为我们前天有玩一个游戏。不小心玩了三次，玩到早上5点，哎、欸、不行哎、欸，不用点像点会走笔，看来是他爸的手柄。菜单，新游戏，开始，就是你，看起来挺厉害的嘛。过来，我需要个人手。嗨，是我，你们来啦，我们早就恭候多时。掘墓人给了我们一个任务，好的，就是法师了。WSD，你也可以设置了解。要武器，武器。哦，可以随时换角色哦，是有。叫我干嘛？去找武器店啊！然后画面好像我的画面有点亮啊！冒险者，你知道的，我是在……刚刚多按星星，什么星星？哎、欸，这边还有问，还有人。嗨，一冒险者。啊，小开一下，等一下要回去躺，好困哦。这是个全新背包，今天早上听一听反馈。嗯，解任务了。蛋白河水倒入瓶中，均匀摇一摇，为了加入一勺老鼠药，最后一个可疑的行为。
好。我要带什么老鼠药？布莱恩，布莱恩又是谁？哦，找到了，是你吗？铁匠铺。哎、欸，他不是要武器？没武器。是什么天赋？有天赋的，是什么？磨练的管家。国王。昨天玩了大乱斗后，我的左手手腕没办法玩了。给我武器。好的，按一。刚刚说什么布莱恩是任务，任务，任务，任务。欧元，哦，欧元，乐透中的话。记得通知我。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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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死了、难以置信，你死了，但并不是世界末，你曾经死了。抱歉，真的好困啊。国王，你怎么走路走那么……救命！布莱恩爵士，布莱恩爵士，救命！简直是个灾难，所有的居民通通消失了，救救我们，布莱恩爵士！这到底，布莱恩爵士，简直是灾难，布莱恩爵士死了，我们的勇者死了，一切都完蛋了。事态已经脱离了掌控，这可不是，这可不是能退休的局面啊，介于糟糕无以复加的局面，得靠你来帮助我们百个冠军人去找国王吧。国王喽，是时候战斗了。打架！猎杀敌喽，这个灵魂是可以死后他复活的能量。你之后可以通过这方式获得能量，升级你的技能。好的。哪边有怪啊？月亮鼠标是真的蛮可爱的啦！啊啊啊！致敬。啊，骷髅不咬他是因为他没有脑，没有脑是吧？简直是个灾难。对不起，真的好困哦。那我才有理由关台。等一下哦，昨天半夜睡不着。哦，十二点想睡，可是睡到一点，躺完到一点还没睡。就起来剪个片，剪到两点就去睡觉，然后早上继续剪，然后就去健身，
健身回来，影片上传，传完之后休息一下就开台。我忠诚的阿利特斯特肯定是会跟我说的，必须找到他。在这场灾难发生前，我派他去港口办事。你能去看看那里的情况吗？好，我们去找阿利斯特，那你有办法。阿利斯特，升级啦！阿比武，阿比武，阿比武，阿比武。Hello， 啊不是，哇，就凶了，你怎么可以伤害我？你被击中了啊！你的生命值正值先生，如果先生你就输了。好的，王碧海啊。哎呦，小国王陛下。关键看到了他在看着我，必须，他就像传说中那样可邪恶而可怕，他的身份无可置疑。欧姆阿加德魂屋，我自己就怀疑过，不管真是这样子。哇哦！我们摧毁封印，打开城门，然后击败。但是这个封印可不是一般的，因为的了，不可摧毁没问题。我知道一种怪物，不可摧毁的封印克星。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它。这国王脑袋有问题吧？等一下，我插个药。等一下，痘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我们游戏上了。没有，我跟你讲，只要魔力宝贝开了，这些游戏都不玩了。现在只是玩一些游戏，在等魔力宝贝上。出发！你贴阿米狗了，我快买哈。什么？他今天上吗？懂的，我好像还好哎。但可是他有钓鱼，添加清单。会 C 什么 ？Over， 好的，我们回来了。好了，我们去找掘墓人佩德罗。
获得。你可以将新装备拖移到相对的位置，按右键进行装备，右键右键。哎呦，嗯，活着就好了。天赋，这是角色特殊菜单，你可以获得新的点点单星，你可以没有限制。好的，什么？元素伤害，这什么公司呀？怎么到底？哦，也可以打哦。嗯，为什么还是那么不痛？还是要点这个、啊。好，哎呦哎、欸，变痛了，白痴哦、喔，点近战攻击哦、喔。啊、就可惜了啊！昨天看了一下，哈，单人，好吧，好吧。哎、欸，我希望你魔力宝贝可以，明年也比较好了。因为礼拜六我家停电，希望魔力宝贝可以早点出来，让我玩到累的去睡着。这样子，阿彪，这两天公告有动静，不是啊？你要想哦，他可能说他在那个嘛，哎。在可能在那个有动静之类的，但是
那也只是有动静啊，他实际上如果只完成一趴，你又不知道，对不对？他就只能静静的等候咯。就像老师讲的啊，就把 bug 还是什么东西都弄好，再一次公告就好了。然后小鱼说什么？哎，是小鱼吗？啊，我那个群组的一个女生就说，既然是女生跑来道歉，我说，当然要道歉啊，但是要找女生道歉啊。你们发现留言一大堆都是男生吗？又在偷射我，啊，贱！这里没人，我们回城镇区吧。你是在哭啊？休息直接来逛一下 ，Hello。哎，罗德不在墓地一块，我们继续寻找下一个区域吧。走，下一个区。等一下哦。伤心依旧，你的兰花枝，哪一个？这里有有有有，阿彪阿彪，还变痛了。快哭啊，西迪！声音有点大声嘞。这只啊，音乐。还有精通哦，你的技能获得精通，能力更加强大，也可以进行升级。按下 C， 好、哦，你可以通过。哦，还要练呢，可爱哦。好、啊，这个是什么？奥数飞弹。飞弹啊！他跟我讲魔力，不啦，魔兽世界的奥数不一样。哎呦！小轩。
一。看一下点这个比较痛。一。啊，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四三四五，有比较痛吗？没有。他点是对的吗？他都不点嘞、欸。哦，有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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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抱歉抱歉。那点这个有什么好、啊？范围扩大，元素抗性，攻击速度。法力回复欸，这样子点欸，好啦，小地图能显示敌人就好了。关闭裂缝，关闭裂缝。鸡，奥数飞弹冷却时间，我觉得这不是奥数飞弹，是叫拉啊。奥数飞弹，发射一个奥数飞弹，造成每敌精通加25和24伤害。以装备。哦，有啦有啦，白痴哦。哦，看到就想踩哦，好爽好爽。对，有鞋子。好啊，好，哦，猜猜猜猜猜，哎哎哎，雷射吗？雷射是另外一招，不够 CD。一直线，你已解救一个被困在裂缝内的居民，对方将返回岸。好，来聊天，谢谢你救我出来，这里真是鬼的。什么？你需要哦铲子？你可找对人了，我有一根很棒的长，我想我有一根棒子。好好好，我们回家，我们回家说。
这该点吗？不消耗，这还好。出发，出发，刷，刷刷刷！我把铲子，我的铲子罗盘丢在更远的地方，应该不难找。被我那把抢走了，感觉就是有个 boss 拿着铲在打我们啊！啊，剧情都这样子。来来来来来，一二，也太好踩了吧！后面说几万几万在起跳的、啊，剧情水前 Q 的。感谢狗咬狗啃咬烂，你的名字好难念哦。感谢水浅啊，这是叫我喝水的意思吗？感谢感谢，让我喝个水好。欸、这不像 Twitch 可以用那种小起点那种东西，说提醒喝水咯。哇，我以为会有那种跟踪的那种挑战，魔兽都有啊，这个怎么会没有？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那个 Rogue Rat 还是那种东西，就是死掉重来的那种，就英雄围城啊 Rogue Rat 吗？还是叫怎么念 T？ 不是，是 I 而、啊、不是是 T。 试试看哦，这个点到五的一个额、哦、外哦，有那个我们会一直让你喝水。哦，喝沙小刚喝过了啦，这样子。你就看我一直跑厕所。啊，感谢巧吉点，我要去上厕所了。嗯。因为其实我看的一些女实况组的台都会说。喝水咯，存档咯，这样子。喂、欸，可以设 CD 时间东西。你说喝水吗？没有啊，其实。欸，真的是有发现，我其实水喝太少。这是怎么发现的嘞？就是，我就只有健身完尿才比较多，没健身尿真的很少。哦，
要不是英雄围城，真的是越改越烂。我就想玩英雄围城就好了。哦，小雨，河水灯录下来当铃声，赞。变态啊你们！而且我很好奇他进那个怎么设定的、欸，就是他不是有抽奖系统的，就是你超级留言啊，好像我好像知道怎么用，就是你用绿剂还是什么抖内，不是会随机有那个吗？那个我好像知道怎么用，因为我之前有看到他一次可以上传几种，你们也想要那样子吗？可是觉得那好羞耻哦、喔。他不是哥哥什么之类的，唔唱哦。不是那个谁，欧元昨天在哈记台不是有一个抽到 SSR？ 不是就你拿铲子的，就是你。怎么是英文？皮带。报警比较好哎，报警。随便啊，没差，你可以试试看。什么叫你没差？不是啊，设定那个有时候觉得比较，就是差就是差在麻烦而已啊。洗澡，黑糖澡啊，知道我不知道？不然你，他就是要一次上传那种很多语音跟那个语音跟贴图啊。谋杀！你们在杀我，你们都谋杀。打咩打咩打咩哟，打咩哪路哟？移动速度，死皮死皮皮，打咩打咩。能穿墙40分了，要午休了，拜拜。好，拜拜。好，吃广告。啊，干你！
开错了哎、欸，竟然没有 boss 拿。哎、欸，回来了！我的铲子罗盘，谢谢你，我真的是三星死蛋，它好像完全坏掉，这种状况很难用来挖坑，不过很快就能换位。这就是对不起，这就是木棍上的罗盘，你不会需要罗盘的吧？或许我可以修好它，在墓地中央广场有一个铲子，罗盘就礼包。嗯，哦，不是这边哦。好的，我们来检查装备咯。有没有暴击伤？原始伤害哦，哇，这样不错。可是暴击比较好。这是原始伤害。来试试看。玩了就知道。嗨，看看。不在这，可是他们真奇怪，罗盘不在西北方，是那边，我们也需要你的方向。耍人呐、啊！原始伤害，哎呦哎、欸，还是有差、欸。等级二等，东西改为属于时间学派。东西，那干嘛？哎，试试看喽。什么意思？范围伤害吗 ？Hello， 来来来来，开始，也不是啊，没有啊。直接学派是啥玩意儿啊？无法移动或释放技能，持续三秒。这个意思吗？哦，时间呢、啊？范围效果。一扭曲。时间学派是干嘛？好，睡觉晚安。看无，大家安安，大家好，要送给点，
刚才学校睡了好久，太爽了吧！不要花钱去睡觉啊！双爷，换你升等啦！哎，新技能，这啥？这是啥？用一本书击中敌人头部，为什么还不能学？对啊，装备。就是范围的人吧。怎么啦？上周上学，火柴也是美好的时刻去睡觉。
有啦，二等，哎，西。消灭色线，获得强化。这个是什么？转身速度加快，单点这个、啊。强化。这个嘞 ，I E。有吗？有变强吗？安安，干嘛？干嘛？干嘛？怪不得他不让我用时间。哦，有哎、欸，有变粗哎、欸。那激光炮会 越打越粗哎、欸。我想换其他职业玩看了、喔。教授你好，很快就回到镇上了哦。我看到你有个
一把猎魂，猎魂武装。我正好是这方面的专家，回去记得找我。好，去找你。然后会变粗。啊！找居民绕，找居民绕，绕绕绕绕绕绕绕。是你吗？啊，怎么长得不一样？猎魂武装是一种激动人心的武器，你懂的。它本身也是有生命的，要由灵魂唤醒。它们有很多把，每一把都是为过去的亚拉勇者所铸造。对某些人来说，猎魂武装是收藏品。其他人则用他们来战斗。鉴于那三角猫一般的战力，想必你一定和我一样的收藏家。你真是走运，他们怎么走？啊，原来如此。你是哪拿他的什么？那么我可以帮你。你还没发育他全部实力，看，看。好，从现在开始，每当吸收灵魂，猎魂武器会更加强大，是不是很棒呢？哇！你的冒险中发现你家里有武装，但要小心，非常稀有。找到他们后，记得来找我。好，我来找你。猎魂是极为稀有的物品，可是工作摧毁裂缝来着吗？哎，这游戏好像稍微有一点点毒了哦。好啦，挑装备，暴击，迅速抗击，暴击两发。元素抗是哪里？好，魔法68，头盔，移动速度，元素抗性，原始伤害，噔噔噔噔噔噔噔。哦，我去尿个尿，你们吃广告。尿尿吃广告。回来了。哎呦，谢谢下一关。哇，在探所有地图哎。我的铲子罗盘指数这边继续有裂缝，应该是关闭它。就在路上，好，修理。有吗？有比较痛吗？已经听了100遍，
怎么听都不会倦。哦，哦，变更大了，不了，变更强了。已经听了一百遍，怎么听都……我再研究一下。你现在拥有法力最大值，拥有5%仙族，6%光环，一众回复。我还是觉得这比较好啊！你看，拥有元素伤害。爱讲安安，怎么痛？我变痛了。这个声音，哎，射嘞！哎，射嘞！射嘞！啊，射嘞！现在就是在体验魔力宝贝，你要使用一个技能，一直练，一直练，它才会升级。可以，可以，可以。为什么武魂进化？哪里？哦，对吧？我刚没有看仔细，他只说我进化而已吧，没有说什么吧。恭喜 ，Netbot 哦，那是机器人啊，你要跟他聊天也可以，但他不会理你。前锋，如果救命剑有几率杀了自己，这个会不会很好笑？我在想这件事情。好久没看到跟机械，哎，真的，今天好，以前好常有，哇，
还跟机器人吵架不是吗？170，170，那这样子的话咧，哦，一二多哎，哦，暴击白痴哦，82，我上一边好烂哦，妈好低哦，这回魔很快。为什么我们家机器人那么可怜？混蛋模式吗？不是啊，因为那就在想啊，有几率杀死自己就好了。爱上了这个、欸，我爱上的唯一，消灭光线判定为四级。哦，越顶越高越强是不是？没有啊。阳光晒过的温柔，是你给我的回应。哇，同时放两个奥数飞弹哦，那这个是不是比较赞啊？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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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哦哦哦哦哦哦！你现在连杀数是为了名气，但也是为了增加你所获得的哦。连杀越好哦。可是怪太少了啊！我也想要连杀。对不？对不对？微扣资，这是什么东西？亮亮的。然后爱讲是认识富翁很多人是不是？就只是打招呼而已，乖小孩。
嗨，他怎么都是弓箭手？可以这样射哦！哦，射我，射我，射你，射你！嗯，看样子是个有礼貌的新观众。呀。盗贼！那他秘法飞弹如果射两颗，他两颗都不会自动追踪，没用啊！魔兽世界的秘法飞弹是会自动追踪的，不对，魔兽世界所有法师技能都是会追踪的呢。上面有路，下面也有路。闪避！我刚有看唔到。看一下哦，啊，炮35%很多了哎，活路，哦，最高等级哦，白痴哦，那我白头了，天啊！是烈魂武器是不是？嗨两次咯，我跟你嗨过咯。
能不能重点啊？点错了捏。哦，哦，飞弹要升级了。哦，杀一只加一哦，哇哦，升级，还是用一次加一。无法获得魔力回复，那不就？这招没用了，拥有敌众回复法力。有几率的哦，帮我工作没有啊？啊，我只跟你讲说，我跟你打过招呼的啊。等一下，怪不得要点这一招。哎呦，看来妹子，嗨，救了你，感谢你把我从这个地方领来之前，我想办法偷到一些珍贵的物品，等回到镇上，让你看看我的战利品。哇，他是不是怪怪的？
阿昶，昨天有一个很可爱的观众在讨论要送什么开店里，他一直说糖果跟沙琪嘛。黄宇红安安，看来你很有钱。哎呦，来来来来来，你有什么东西？你有卖什么？若要解锁装备出售面额1000块，我没有钱吗？我怎么钱这么少？那可以卖吗？卖出？可以耶。哇，我们需要赚大钱才能跟他，才能看看他的宝贝。你最近都在图奇开台？你在开台？哦，终于要来修礼包了，是不是？一趴，有没有弓箭手？哦，没有弓箭手。来，巨怪，巨怪，巨怪，聚起来，聚起来。东西，你现在可以选择职业专精，蛋呢？职业专精射包赛啊！最大法力，最高伤害。什么东西法术最强？力回复，法力再生，法力回复好了。擅长运用，啊，这个可不可以更改？那这个嘞，在释放技能时片刻后还能，哦，你拥有加10%的暴击，暴击取决于法师等级。你现在拥有加7%的灵魂啊！好难抉择哦。可以随时换哦，哦，那就好了，那这样就好。
么东西？试一下哦。咻！啊？不用。法术屏障哦，这是屏障哦。白痴哦。没魔了啦！没魔啊！嗯，等一下吧。LOL 跟 GTA， 你是玩 RP 吗？哇，我怎么玩啊？第九波祝你好运 ，God bless you。救了我，没救了我，没救了！玩到没魔也是打眼啊。哎，不对哦，我爆了！都怎么玩啊？哎呦，不掉，那应该是要这样点的，对。一，所以我们不需要伤害。全部点这个，
然后我们这个改这个，来再试一次。他说击败波速啊，所以我波速还是要。哇，原来这一招哦。他耗魔太凶了啦。耗魔真的太凶了。哎，等一下，原始伤害，暴击伤害，好，伤害不够哎，没办法这样点呢。没魔了哎、欸，哎、欸，好难玩哦、喔，什么鬼啊？看看，有魔没魔，魔，我去。
是药魔。哈哈。啊。不是，我点错了。这个点太高了。但花魔是22法力，哦，19法力，然后再加上这个，会退回去啊。哇，这算是被动技的样子。欸好了，买这个好不是啊，还有弓箭手在哪里？不是不是，我要找弓箭手啊！不是累积三波没有魔。没有道理呀、啊，怎么可能？这个世界这么难玩啊！法力再生，星级伤害，对啊，王就是弓箭手，不是刚还有两只小的弓箭手啊。你如果你正常走的话，你一定会被那个弓箭手射到。就是弓箭手是一次射三发，他会瞄你这边嘛。如果你这样走的话，他的左右两边的炮弹一定会射到你。所以我刚刚就是走走停停。所以这个天赋也不对耶，不适合。点这个好了，然后改。
好，多击败。出广告。等一下，还有天赋可以点，再点一下。还有东西可以点。翻金。不对，是受到伤害。这个嘞。好烦哦！这个不行，现在没有回魔手段，我该怎么办？我来研究一下天赋。啊！回魔手段是这个啦，击中回加16啊，可是感觉没什么用。我会换角色啊，我好想换呀。哦，白痴哦，可以选哦。哦，我懂了。哦。哦，我知道了。各位，我会玩了。白痴。哦，白痴了我。装备。好了，我们不再。应该是不会死，话不敢说太满儿。放弃此远征并离开。好了，快点啦，我要等下一波。发现新大陆哎、欸，想说卸下是什么？刚刚在看半天，现在花魔比较少了，还行，这伤害就低了一点点。哇！吃了这一发光炮，我们就是朋友了。我刚刚都在干嘛？哒哒哒哒哒！你这样可以练等欸，这个。就是物理攻击了欸，物理的法术攻击。
boss 打 boss 打 boss。哎呦！我刚刚到底在玩啥水啊？他是白痴哦，会杀了他。哎，谢谢他让我知道技能可以改。天哪，我到底在玩什么？等一下哦。认知力量，认知的力量，同时是附近，哎呦，范围的投入，那这个嘞，消灭射线的伤害。基础伤害等同于你损失的法师伤害分。所以我刚刚这个根本就没有用到的，我们看。嗨，但我一直不说。欸、不对啊，一战斗，这个思维好吧，还约了一颗，都要吃饭了。哇，吃便当还买红豆饼，冲他喂，这个红豆饼。越喷越痛，是因为魔变少了，不是，是那个耗魔真的太多了。你看哦、喔，我那时候就耗把这个点到很高，这个装备，再加上这个装备，所以我基础已经耗了多少？39魔了。
看，量耗39魔，吃不消，而且在战斗的时候不会回魔。我会回啊，没有这么明显。应该要这个。可以点技能，等一下哦，可以点啊、哦！啊，二选一哦，暴击伤害，可是要发现灵魂。对啊，就是几率多重射击，但也耗魔。等一下，我先穿装备。等一下哦，好什么装备？鞋子，移动速度。没有好换的，换掉。有钱捡吗？啊，这些钱捡不起来啊。城镇中央，都叫去搞那个吗？找他吗？嗯。找你吗？叶博士。他刚刚说要照叫我去哪里啊？刚吃车轮饼没看到，你再说一次啊？不是吧？又要继续打哦？等我一下，我吃饭好不好？想吃，我要吃中餐了。早上健身，我没有吃东西补回来，我就要喝溶鱼。这两天在网络上看到一张图，说什么？只有鹅才知道火的美好。哦，这句话讲得很好。奥数替身是你的复制数，
鹅，虫子的那只鹅啦，在烤。是在烤，持续伤害又是什么？走路。对不起，敲到了。奥数飞弹造成的30级额外伤害，那再搭这个。我要吃便当了，还要开吗？我打个字好了，文字书信，煮泡面，等我一下下，看一下。吃饭，很沉。好了，一起吃饭吧！哇，两小时了哎，开两小时了哎。我们一起学猫叫，喵喵喵喵喵。然后家人跟我讲说，一点就有便当可以吃了，就播到1:40才来。啊，如果是魔力宝贝的话就好了，可以一直玩。魔力啊魔力，我好想你，小月好想你。嗯，欸，真的好好的连假没魔力玩，真的是很亏欸。对啊，一个礼拜了欸，这个礼拜我真的完全没睡好欸，都梦到在玩，然后还怕错过开服时间，早上5-6点就爬起来先看一下粉专，粉专看完没有跟公告消息之后回去躺到闹钟叫醒了再回去看一次粉专，又没有，那就回去再躺。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吧，这两天把自己搞得太累了，所以才没有那个中午的日麻台。主要也是因为开学了啦，应该比较没什么人，所以就想想算了，先不要玩日麻了。啊，我也想说晚上来开这个，啊，嗨阿旺。Hello， 阿旺 Dash 游戏宿舍。好玩吗？你觉得？还不错。它有好多东西可以选，然后，好，不要跟你讲太多好了。我知道你是一个不喜欢被剧透的人，我要剧透你一件事情，就是。这只是法师，我就只能说这么多了。观看天赋和技能，只是觉得蛮有趣的，欸，超多的欸。
如果要重选，应该会选弓箭手吧。说明不是说可以随时换，是吗？我看一下哦。那这样通复要重点啊？怎么？没有啊，这个是战利品啊。刚刚一开始靠腰，我的菜喷到桌面上。刚刚一开始有那个啦，有角色可以换，可能就是要等城镇都布置好吧。因为一开始有另外一个战士跟弓箭手在场上啊，啊我随便问就可以选。教主，你还记得刚刚的任务哪个任务？感觉比较不好吗？我比较好啊，对啊，我看到那个有三个 NPC， 我就对啊，所以我在想啊，还没啊，我觉得是要把这整张打完啊。我们现在打到这里了、啊，感觉是全部打完，看进度才37%而已。等一下，我便当吃太凶了，现在肚子有点痛。跟我比较熟的都知道我比较喜欢吃面嘛，对不对？我也讲过为什么我比较喜欢吃面，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咬太多虾，所以我的脸颊其实很软，因为就是因为我都没有在咀嚼的。那吃饭那些东西你没有咀嚼的话，肚子会痛。慢慢吃，我慢慢吃啊，我慢慢吞啊，有屁耶、欸、欸、被剧透了，现在这个是墓地，我们还有四关。E， 还有 K 是什么？哦，先祖遗产。哦，这是啥小？还有更后面的东西耶，无名。然后 CTI 有了啊？还是 P？P？ 哦 P， 啊 P 跟不是 R？ 哦 R。之后给你一个箭头，半夜十级二十关，我十级二十关。哦，我懂你意思。困难一、困难二这样下去。我慢慢研究，我在吃饭。
好，拜拜。哦，抽到脚，痛痛痛痛痛！我今晚应该不会开台吧，八八八八八，不然就是等一下如果关台去睡觉，睡到晚上看有没有精神再开。那我再问小雨要不要玩那个我们的养小孩游戏，我要照顾一些死屁孩。交友安安，然后她男朋友那时候。就是进小雨的房间，我们就说，哦，他就说你们在干嘛？然后小雨就说在养小孩，然后就说，我就很大声说，还有繁星的小孩哦，两靠腰，我的饭又喷出去了，完蛋了，我这个桌，啊、还好没拍键盘上，哎、欸，真是小屁孩、欸，那个那时候。要床还是啊？那个游戏就是会有饥饿度跟那个嘛，那个水分嘛，需要喝水什么之类的，还要玩游戏。然后那些东西跟玩家完全不相干，只是要那些小孩需要喝水、吃东西跟玩。然后我们盖东西的话，不是我们盖，是他们盖。我就很像是这个创世神而已，我就只是怪来的时候帮忙打怪，去收集物资。然后盖家，把东西给小孩子这样。还有我好友有看到实定，我好像玩到早上四五点的那款游戏。哦，三色豆，缇娜五缺跟紫色在玩泰，不是泰拉瑞亚，在玩新路谷。哎，新路谷我现在真是玩不下去，好没动力。曾经有想打开玩它，但是想要全部都重来，然后剧情又差不多，就很懒得攻略，只想要乖乖种菜跟打水而已。然后也不会想要去那个活动中心把它变好，只想加入就加可乐。孤独安安。哦，你看，你拼死拼活，还要季节某个季节某个时间点去钓鱼，还被鱼搞死，不如花个钱把东西打通比较快，对不对？而且用活动中心一定要第二年以后才有办法，那第一年春天那些鱼什么根本都来不及收集。花钱消消灾。
有没有人还没吃饭的啊？好像吃哦。等一下，我要吃太快了，我肚子好痛。啊，好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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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再吞下去的话，我觉得等一下送医院的。好痛哦。我来去看影院的空洞骑士，自己的台不顾，跑去看别人的台。好了，我回来了。我肠胃不好吗？我就是也不是肠胃不好，你试试看你一个米饭很大口吃下去，啊，你只咬个三下就吞下去。这个是谁的话都，这个是谁都没办法受得了吧？我有印象以来第一次吃东西后肚子痛是在小三的时候，那时候就中午都可以有都看电视嘛，都会有一些宣导片，就是说吃完东西之后不要激烈运动哦，肚子会痛哦。我想说我从来没这样过，应该没差吧？就等到了三年级有一次，就是我们每次吃完都会。冲去游乐器材那边去玩，就操场那边玩游乐器材，然后就那一次我印象就是刚好看完一个宣导片说，吃东西要细嚼慢咽，不要狼吞虎咽哦，这样子，就吃完之后马上冲到那个操场去玩的时候，我就突然肚子激烈的阵痛，然后是扶着肚子慢慢的走回来，走回教室午休。而且我那时候还是扶在那个墙壁边，大概站了有20秒吧，肚子很像被绞痛，不是盲肠炎呐，是那个消化就没办法消化啊，还是什么的，就肚子就超痛。然后从那次之后，就是吃饭真的就比较慢，可是就是细嚼慢咽这个我还是没办法做到。我会细嚼慢咽，就只有一个情况，就是吃牛排。我也是吃牛排吃到那个筋比较多的筋哦，那时候是我在台中跟蔡昭他们吃，因为我平时都吃九分熟以上的牛排，然后蔡昭他们就说你这很浪费食物哎，牛排就要吃5分熟左右的啊，然后第一次看到哇血都是血什么之类的，那我怎么吃得下去？然后看到吃得很开心，我就也吃一口之后发现我嚼了快1分钟，然后鱼竿看到的时候很幸福了啊。你没在吃了？我说有啊，我嘴巴还有啊。你吃太久了吧？我说嚼不烂啊，你是不是咬到筋了啊？我就吐出来给他们看，这是筋啊，不要吃了啦。我想说5分熟他们怎么吃得下去啊？然后把他们就那鱼竿就很贴心的帮我把筋都弄掉之后，就是切一块肉给我，然后咬下去啊，我从此都要吃5分熟的肉了，这样子。所以就是只有吃肉类的东西我才会嚼比较久啊，所以我才比较喜欢吃面啊。每次刚好出去吃，鱼竿就说：“哦，繁星要吃面了。”我说：“对呀。”HTT， 你都吃3分熟？哎、欸，对，我有一次也是吃3分熟之后发现，哦，好嫩哦，这样子。可是就是那时候吃到就是里面有点冰，然后就是尽量都是吃5分这样子。对啊。都是吃炒面、汤面、拉面，所以我才我也觉得我是拉面怪兽啊！好，吃饭吃饭吃饭！哎、啊，你怎么有空看台？
在外面摸鱼哦，好棒哦！哎，可是乌龙面很好吃哎，口香糖的概念，跟那时候咬筋咬真的咬到超级久，咬到我的下颚都超级酸的。来研究一下这个哈。是近战嘛，这是盗贼的嘛。攻击速度暴击穿车。欸，这是法师的欸。你拥有加八法力在身欸。造成暴击时回复生命。欸，那我说要顶顶的吧。然后，欸，白痴哦，我看懂了啦。要每一格，这样我这边第二格嘛，第二格才有第二个亮的。哦，低能哦，我想说点一点就有了。你现在拥有加八法力再生。加31最大法力，因为我也很喜欢吃锅烧面啊。攻击速度跟无关吧，移动速度，移动速度哦，很小，元素抗性那就不用，来移动速度一下吧，这样子，有了移动速度。你怎么才 0.5%？ 它上面什么只写加 37%？ 骗子！都是骗子！哦，是不是这个啊？每隔一点，懂？不是加那个哇，这个也太快了吧！这边就有第三点了哎、欸，最大生命法力再生。哎、欸，玩龟的面我真的觉得我都点两，我都点大碗的。玩龟真的好好吃哦，是看店家啦，在。现在台北吃的时候觉得好好吃，可是去其他地方吃就觉得有点味道跑掉了。那时候在高雄 CWT 的时候，在那个左营站的那个高铁站的下面有一个那个丸龟，去那边吃，我觉得味道比较不那么咸，比较淡一点点。遭了报应啊！我肚子好痛啊！我刚刚有去咬蔓越，我有去咬蔓越，可是我现在肚子好痛哦！哦不，哦不，你看，它上面写说你第一个嘛，灰色第一个，你拥有加300的。原始伤害，好点一点。你拥有加4，然后挂后面挂好加300最大，打爆眼。然后后面是加最大的，打橙汁那个叫收水了好吗？那是喷了，那个不能吃。不要在吃饭的时候讲这种恶心的东西。
到教训了，哎、欸，好痛哦 ！HTT， 我快死了 ！HTT， 我快输了。如果死了之后，记得把我的电脑烧给我，然后送《魔物猎人崛起》给我 ，PC 版的哦，记得送给我。然后你看到我上线的时候，记得跟我问安。也不要怪我为什么都不进队伍还是什么的，因为我摸不了手吧。有吃了快三十分钟哎、欸，我的天哪、啊，反正好。你陈志，我现在寄胃药给你，估计三天就上了，可以啦。我拿到胃药后，四天之后就看得到我了。那你怎么进游戏的？我就不下线了、啊，长时间待在线上。好痛啊！而且，滴滴，你是要用死定剂油剂味药给我吗？哎、欸，不行不行，我觉得我要去上厕所了。我要去一趟厕所了，你们，我会带手机去楼下的，我们厕所聊，我们厕所聊，怎么讲？我们厕所聊，一粒一粒吃，我的天，你叫我一粒吞好了，好，我暂停一下哦，我把便当带到楼下去吃。等等，去厕所，不忘记给你们吃广告。好了，我去了。
Thank you.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哦，我还好啊。我们得摧毁它。哦，是这条路哦。我看着什么？这四条路。我说，干，我戴眼镜啊。我伤害差一点点呢，差点下一只哎。对啊。嗯，我们必须点点什么。有没有加伤害的啊？好气哦，伤害差一点点哎。这样就有了吧？还没有。抱歉，缺魔的吗？
被锅子烫到，天哪！还好啦，用一只手。我天哪，你还好意思说用一只手打死？我要擦药了没？看医生没？拜拜，好哥哥，爸爸，哥哥爸爸。
看，就，招什么？召唤一个裂痕。好、来速速看。呜、闹的、欸，好玩，闹。耶，有5000块啦，可以买东西喽。会是什么？绿的腰带嘞？哎、欸，哦，哟、哎，感觉骷髅兵可以下一只哎、欸，哇，下一只有哎、欸、没有？好呀。
我自由了，谢谢你救出来，我们这趟见。好，管家，原始伤害，哎呦，这个好啊！吃饭台还没关掉吗？哦，感谢感谢。感谢你哦！哎，可以聊天。促销页面允许你购买正在促销的装备，促销装备。会定期刷新，你应该常来看看。好的哟，有白色的，白色我买皮亚。这什么？锁它。标。我是帕尔斯特朗，一个服务国王的布丁。欸、小玉，他们叫布丁哎、欸。一般来说，我负责管理镇子，不对，我负责镇子的管理，确保一切井然有序。和其他布丁一样，我们有魂将天赋。有人问坦克班是干嘛？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可以为你展示敌人尤为密集的区域——图欧姆。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去的。好，我想去。什么东西？你可以通过远征探索随机的区域、未知的区域。在这个菜单中，你可以选择要去的区域和适当的难度。你现在有一个选择，很快就可以更。然后嘞，奖励有41块钱。跟灵魂哦啊，副本每一层，所以每一层开始的时候，保护这个你站在等等，但移动敌人或走出它就会消失了。好的哟。
这太烂了吧！这什么东西？释放技能，持续回复生命值。当数据相当于法力消耗的一趴，造成伤害。现在这个把比较强，是吧？七十，十六，怎么比 ？Boss 声音 ，Boss 的声音。打完了，哎呀，不是可以呼叫吗？几层啊？每个奥数印记会使额外暴击，释放裂痕星星时添加两个不知道什么东西，而非一个。
哦。个嘞，哎、欸，啊，还有一个嘞，那你？那你？你远征获胜回来的影响力，相反，如果你被击败或逃离的话，会失去影响力。哇哦，多钱！哎，睡这里哦。哎，下面有东西。你宿水。哦，是你哦。嗯，他不是说收集到跟你说啊？哈。那是不是练这个比较好啊？好，拿着吧。半闪现，等不下去。来，我们有点想休息，有点想睡觉了。真是奇怪的感觉，这里蔓延着奇妙的恶意，感觉自己完全晕魔了。这什么啦？投射物伤害。所有的哦，这游戏太烧脑了，不会啊，打怪练功啊，目前呢、啊。
哦，懂了懂了，暴击伤害，所以我应该要改这个。而且你讨厌僵尸，很可爱欸。那我之后玩的僵尸游戏你怎么办？对不对？释放技能时或者。现在是蓝色这个吗？然后身边这个蓝蓝的球好像会增加，是吗？增加伤害。每个奥数印记会使力痕造成额外的12%暴击伤害。哦，哦，这流派很强。范围效果增大，那我是要改这个啊？嗯，好玩欸。嗯，看一下哦、喔。如果改这个的话，我们增大范围效果。哎呦、欸，变大了欸。真的很无感。那我这个难怪这个可以改成这个装备，哎、欸，释放奥数飞弹时，在片刻后，哎、欸，什么意思？几率散射几率反弹几率。哦。反射几率。
好，先慢。这是什么新游戏？置顶留言有哦。裂痕星星何时用三级？这啥？裂痕星星不再造成均摊的元素伤害，而是造成什么意思？不再造成均。先用了就知道，刚200多伤害嘛，等一下哦。好，是当坦克用的技能吧？接下，加爆。哦，打单体比较痛欸，是白屋。哦，难怪说均摊哦。哦，昨天乱买打到八，买什么？买这一款吗？昨天买了，但没有玩。200均摊更不痛，懂了。讲对谁不乖打超过三个哦吧吧吧吧吧棒对啊，有多人的话，我有个管理员说想跟我玩，不是一个管理员，管理员以及他的闪光啊啊啊！
那就跟另外一款游戏一样啊，是谁？卤蛋不是也玩得很疯的那一款？能干嘛？他知道怎么消耗啊？消耗运气。你总是总一个头在飘，啊！我这把老骨头可没精力废话。哦，你是谁？能单独的非常勇敢。哦，冒险者，我把猎魂装备给了你，抱歉，我有些脑袋不清楚。欢迎森邦，等你回到森来找我吧。好的哟。好啦，开到四点哦。我们开到四点。嗯，接下来哦，你整天在让我奸笑，结束伤害，生命法力再生，最大法力，一戒指。嗨，一样的衣服。先祖之石的东西可以让你借助先祖勇者们的力量，会给你。先祖之石非常啊，不但是拿来用的。给我找来超级时髦的服饰配件，我就给你。很好，首先我被困在接缝里的时候，看到使命法师戴的帽子，就在墓地里又到了那一些，就那种帽子。不过你再给我的。什么鬼？只用一个可用的蓝位。
垂死哦。光暗火火冰冰你现在可以用供奉区域的技能哦然后留按住了欸又是什么？敌人获得58的攻速和移动速度，他小。一，他妈有缓吗？等我一下哦。我再回讯息。
吓那我都没用。这个啊，这个到底是干嘛的啊？减少伤害哦，变北七哦，神圣星星不再造成均摊的元素伤害，而是造成七八减少伤害。减少伤害到底干嘛啊？看不懂。对哦，等一下哦，我们的这个哦，对 ，K 天赋零，看一下有没有其他光环效果。元素馈赠，若生命值低于光环，若主技能或附近的集中技能。再拥有法力再生，哇！叫什么光环？哒哒哒哒哒，老哥变了。
嗯，往左侧啊。感觉不太能玩地下城游戏耶，就玩的话会很认真，没在讲话哎。对啊，对啊。他吸血就只有单体可以吸血哦。有啊，关也是蛮久的哎、欸，对啊，这关走好久、喔。我在这里没什么事情了，赶快离开这个诅咒地方吧。什么意思？好，敌人杀光了吗？又被推销了，变身了、喔，回家。
上次健身，这次美容，看你有没有需要啊。你们等我一下哦，那个蓝蓝我问。叮叮安安，啊，啊，打一下这个，打完我们就休息吧。开始。
咚，有怪伸出来了，啦啦啦啦 ，boss。按错，按回家的，哭了。你是谁？哎呀！可谓星星充能最多四秒，额外60%范围扩大。扩大15%。好。很大的。伤害嘞。范围扩大，小杰安安，我感觉有点多，就有点多。
好啦，就先开到这啊。好啦，今天下午就到这啦，开了快4小时了，感谢啦，各位晚安喽，啵啵啵啵。